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Plus d'informations dans la description du vidéo.我们去了学校。我们去了学校。我们去了学校。 他想睡觉。他想睡觉。他想睡觉。他去睡觉吗？ 他去睡觉吗？ 他去睡觉吗？ 我的朋友去睡觉了。 我的朋友去睡觉了。 我的朋友去睡觉了。我们是学生。我们是学生。我们是学生。 他认识我的老师。他认识我的老师。他认识我的老师。大家好。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 老师好。 今天我去了学校。今天我去了学校。今天我去了学校。明天我不去学校。 明天我不去学校。明天我不去学校。今天他学了汉语。今天他学了汉语。 今天他学了汉语。
明天他不学汉语。明天他不学汉语。明天他不学汉语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2014年9月9号。今天是2014年9月9号。今天是2014年9月9号。你们好。你们好。你们好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8:20了。现在8:20了。现在8:20了。一年有12个月。一年有12个月。一年有12个月。一个月有30天。一个月有30天。一个月有30天。一天有24个小时。一天有24个小时。一天有24个小时。一个小时有60分钟。一个小时有60分钟。一个小时有60分钟。1分钟有60秒。1分钟有60秒。1分钟有60秒。
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住在中国。我住在中国。我住在中国。他住在北京。他住在北京。他住在北京。我们住在中国。我们住在中国。我们住在中国。我的老师住在学校。我的老师住在学校。我的老师住在学校。我的妈妈住在北京。我的妈妈住在北京。我的妈妈住在北京。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二。今天是星期二。今天是星期二。明天是星期几？明天是星期几？明天是星期几？明天是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天吗？明天是星期天吗？明天是星期天吗？明天不是星期天。明天不是星期天。明天不是星期天。
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今天我去了商店。今天我去了商店。今天我去了商店。在商店，我买了东西。在商店，我买了东西。在商店，我买了东西。你买了什么东西？你买了什么东西？你买了什么东西？我买了一件衣服。我买了一件衣服。我买了一件衣服。他今天做了什么？他今天做了什么？他今天做了什么？他去了学校。他去了学校。他去了学校。一年有多少秒？一年有多少秒？一年有多少秒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昨天你做了什么？昨天你做了什么？昨天你做了什么？昨天我去了商店。昨天我去了商店。昨天我去了商店。
今天上午他做了什么？今天上午他做了什么？今天上午他做了什么？他去了学校。他去了学校。他去了学校。今天下午他做了什么？今天下午他做了什么？今天下午他做了什么？